哋打緊羽毛球咁，但係就真係冇嗰隻拍咁咯。個網就低啲啦，同埋羽毛球咧個波唔會落咗地，即係落咗地之後就唔可以再打。但係呢個咧就落咗地，仲有一次機會可以打翻個網。我哋鐵人嘅比賽標準奧運距離就係70公里嘅啫。咁同埋我哋可以喺比賽期間可以同其他對手係互相領先抓平啦，叫做。咁我都想喺呢度呼籲啦，所有參加呢個計劃嘅年青人啦，大家可以去參加 Mapathon 夢起動嘅資助計劃，一齊去實現你嘅運動夢啦！你都有關於運動嘅夢想，快啲參加 Mapathon 夢起動計劃，實現你嘅運動夢啦！立即參加 Mapathon 夢起動資助，實現你嘅運動夢啦！